嗯，我忘了给他麦 P。怎么没人进来？怎么没有人想进来跟我们玩？然后睡醒就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哪个？你长在哪？这里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们也不知道吗？对啊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熊猫。啊，不知道哦，只有团团知道。不知道，因为我曾经被就是有 我也是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就有人有跟我解释哦。所以可以在那边解释一下吗？哦，打字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哦。对，嗯，啊，你居然知道这种东西？不是啊，我是别人跟我讲的啦。哦，我以为是他过世了嘞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到底为什么？总团，你为什么要分享十八家的东西给我？才没有。哦，我要告状是他讲的，是他讲的。好像很意外。哦，我就这样讲出来的啦。不行啊，他们都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团团在那讲什么？才没有，我没有。团团在地址打了十八家的东西。屁啦！我说事实啊，你看你是不是打了十八家？我还没上车啊。团团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团团打了十八家的东西。对啊。羞羞脸，哇！啊，都不分享，我是说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不可以这样子，你知道分享连结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嘿，我们关台讲。熊猫司机来喽！好热。嗯，要玩什么呢？也是十八加偏打。啊哈！哇，巧克力也要矿工？矿工？啊，我忘记了。有啊，矿工缺人啊。然后还没选，嗯，啊，我也还没。都是最热门的，热门职业。矿工很棒，对啊，矿工最棒了。嗯，因为矿工就可以一直挖矿嘛，挖矿放空，你在耍废。再试下回去了。繁星为什么是红？为什么是红？繁星，判别错颜色。走错地方了。我是最闪亮的那一个。啊，哈基文是白。因为我的钢铁，他想要更闪亮。哈基白。Shining。他要抢你的位置。暗闪。白。Shining boy。哈哈。二屁呀，二屁呀。矿工，两只矿工，你要换过来吗？我过去了吧。我看你还是红的，为什么？哎，欸，我真的选蓝绿队选很久了，欸，你还无法触发这个选项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欸，哎。嗯嗯，耶，yeah ，三个矿工了，创造看看。耶，yeah ，我有了，变色了，创一下。哦，可是什么？样样不上来，把团团挤下去。那个选错颜色啊！把团团挤下去。要胖，胖，你很胖哎！加油！哎，他挤上来了。你胖。哇！哇！不要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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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一人站一边就上不来了。哎，你们都快了，快啊！拍肚子！哎，你比我胖，你比我胖，你哎，你怎么这样讲的？一个最胖。等一下我说我最胖，我要被打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真的要被打啦，台北。因为你不管说什么都会被打，算了。对啦，你真的最瘦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你是最瘦的人，好吗？瘦的。对，要被压在地上打了。吃混沌之物啦，吃混沌之物。为什么又是这个？要被压在地上打。你要把我杀掉就掉了。哦，对哦。你要不要实验看看？
啊、哦！你有没有混沌之物啊？好多哦，十一个。哇，我刚才打九个而已。我有五个。他们一下，我终于可以去尿尿了。去吧，不要挤我啦！叫不要去尿尿啊！我说去吧。不是我在开戒符盒，路易后面挤我。耶、yeah. ！我想说，我怎么会皮空移动？吓死我！皮空移动，皮空，皮空移动，皮空移动，皮空移动，回上移动，不可以带坏人家。带坏什么东西？嗯，啊，动漫，而且还有不是，不是，啊，没有，没有在名单的哦。哦，课、哦哦、外流了。哇，是不是外流出去了？谁都是坏哦，以麦块 ID 为准的、哦。谁那么坏？对呀、啊，那么坏。嗯，厕所好了，我也去一下厕所好了。好，等你回来就开始啊，就不管了。放弃，好久没玩突袭者了。是不是要玩一点不一样的职业？玩一点不同的、啊。姐姐石、啊，欢迎姐姐石。很忙很忙很忙，这是十块钱。当初江江就跟我讲说他结界师很溜，嗯，坦坦变好帅啊，回来了，坦超帅、欸，坦坦变超帅、欸，这样啊，那坦坦变超帅、欸，坦坦啊，那什么鬼？他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这是坦坦，你的头，坦坦你怎么这么变成这样子啊？你的头怎么了？为什么变这样？怎么长这样？哇塞！坦坦你怎么了？怎么长这么密啊？我总觉得好眼熟、哦。等一下，我起来，我起来看，我起来看。微观。嗯、等他回来就直接开始，让他知道了。啊啊，没有，没事，什么没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怎么长这样呢、啊？你怎么长这样？这样我怎么嘴巴变那么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香肠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这是鲍鱼香肠哦！哇，哦，这是金刚，我知道。金刚，嘴巴好像可以投硬币进去哦。再次，100分，死亡掉落30%。好，好，自选好职业。好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旷工？你不是要换新职业？开拓者。开灯。你要不要玩别的？看你啊。他们太雷怎么办？不会，没关系啦。没关系。矿工被废掉了，就尽情的玩吧。只矿工不能玩。我跟你讲，结界师就像矿工，你把结界师当矿工玩就好了。哎呦，好呀。九起。我的天。哎呦，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放加速哦。可以啦。哦，这是哪里？我刚刚那一场附魔台，我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一半不能动，就发现输入法不是不是，我输入法是全英文。刚刚有段时间超卡。对啊，所以刚达到一半，我们完全动不了。嗯，就我看所有人都是就是全卡住。我觉得你最卡哎、欸。嗯，因为刚刚其实小雨是电音美女。电音美女，我看到超卡的，超好笑。来，等一下再看看。哇，拜拜。等等，我帮你放箱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去挖别的。这矿工，这铁矿工就这样走掉了。没有，我不是铁矿工。啊，你不是铁矿工。铁矿工，我已经付出了，但是我没有拿到回报。是啊，这就跟人生一样啊，有时候你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嘛，对不对？我在期待着回报啊。啊，感情就这样啊。不要奢求要回报、啊。在这里在等什么、啊？要死！哎，这挖掘超慢的，为什么？啊？啊？我的啊？你身上是有什么效果、啊？你中了什么挖鬼？我用到技能了，为什么用到技能？你用到技能？丢到了吗？啊！你是不是觉得石镐？再移动一下那个，拿起来移动一下就那个。你是不是觉得石镐不需要就丢了？我刚挖。请问有回报了吗，矿工们？好啦，放在箱子里啦，继续。不，我没抢到，我也没抢
哎呦，再来啊！剪超快、欸，那边给他放一些木头的箱子、啊。救命啊！矿工受到威胁！哇我觉得我自己来挖比较快。谁这么会抢啊？你要让矿工挖、啊。哎、欸，救我！有没有回报不救你？我把他带来这里，看你还救不救？点点箱子都有。太痛了吧！我在这里的腿能去挖另一只、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很胖。你很胖。他啊！我只要三块就好啊，他现在有速度加加。虽然有人可以先挖个那个给我吗？青金石吗？我有我有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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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先附带一下，我是阴阳师。多了很多了。好，你是阴阳师。我对，我是结界师，对不起。阴阳师，那你可以召唤些什么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图腾啊！你们怎么全部都聚集在这边啊？啊，放很多铁啦！我刚刚要木头，哇，里面真是棒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木头放五个啊！因为你是矿工吗？啊，真贵吗？是矿工吗？箱子好多木头的感觉啊，都只有一个、啊。不是矿工，不要跟我抢，你走开！全部走开！铁都比木头多了啦，这么大。你走开啊！你 不玩矿工，在那边抢矿。哇，矿工开始凶起来了，真的是矿工凶巴巴的。另外一边，对啦，我就是凶啦，哈，才会凶你这么久啦。爽快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金矿那么多人啊？好快哦，恐怖哦。啊，就不好爽，他们全部都跑来这啊，超奇怪。人家说那是战争。那铁的速度超快的。来来来，换我，基本上控两个就可以了。嗯，这样好废哦，好爽啊！真的，我刚刚也是享受很废的人生，结果你们就来了。因为那只有你。不要跟我抢，你老师。我就手，我就手一个就好了。我也是手一个，可以啊，我们一人一个嘛。一个洞，一个阴阳，不是阴阳师啊，结界师啊。等一下让你们看，来喽。哎呦！我在守着我的黄金，笑死！怎么守？哎、欸，救人啊！你们救人啊！旁边在打架了，旁边完全没有人要理他。你看打木头，打木头，哇，太好笑了，也没有人救他。好过分，不帮你帮结界了，我废物！你要当废物哇？不要啦！好凶哎！就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天刚在绕跑都没人理他，大家专注着自己的矿物，只顾自己。哎、欸，结界没要跟我讲哦。哦，你也是结界师，好对啊，有三个啦。我们就是三个坑都有结界师啊。好啊。我刚刚被赶走。歼灭三级。其实没有，即使这边可以来一个矿工啦、哦、对啊。有，我等一下要去，我先挖铁啊！刚刚里面是铁，超派，笑哇！我这边没有加速了啦，黄金这边没有加速了。哦，不行啊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有人来了，两个人，而且还两只哇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都没消失，欸、没事。哎、欸，笨鸡，哈基在做跟你一样的想法，你去找他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嗯，可以帮我铺楼梯。你们两个有什么奸情？你啊，都在铺楼梯啊。我们是自奸情。嗯，他们偷袭，你的黄金矿都被他们攻陷下来了。哦，我刚死啊，对我刚死掉。哦，对，我很抱歉。刚刚两个人我，我把打死了，无能为力。看一下，你觉得可以给我一点？哦，我的矿，我原来还是帮我挖，真好。好，那就逃了。对不起，走了。我现在是一个废物结界师。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自己？我没掉干。以前我们玩歼灭一的时候，这个矿洞直接都会被埋起来。哦，你是说上面铺东西是不是？对，还铺那个草地。现在好像没办法，现在铺了也没有用了吧？土不够多啊。直接挖出来就好了。金敏，我差点做库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右上有人有人走进来了。就之前我就是把它铺满了、啊。对啊，整个上面都看得完全看不出来。嗯，我在下面努力的挖。
右边，然后还会有一个密道，右上那个坡、嗯。所以我们要来怀旧一下了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我做一把铲子哈。怀疑。